那个天味雪糕是啥意思啊？哦，意思就是说啊，我的雪糕里面有上千种味道，只要你能说得出，没有我做不出来的。哇哦，这么厉害？可不是嘛，只有你说不出，没有我做不到的。还有什么味道呢？那给我来个酸爽味的吧。酸爽味，这有点难度。不过啊，在我面前都是毛毛雨啊。等等啊，马上给你做出来。哎，拿个冰棍。没错，哈哈哈哈哈哈！美女，你口味挺重的呀。雪糕啊，这味道闻着就很香，闻着香，吃着就更香了。试一下，真好吃，好吃吧？老板娘，你这手艺啊，越来越好了。多少钱呢？微信支付3块，来，扫这里是吧？嗯。雪糕，对，我今天还拿个雪糕。那今天又什么味道的呢？你说你这什么味道都能做，是不是真的呀？那当然是真的啦，我这什么味道的雪糕啊，都能给你做出来，只有你想不到，没有我做不到的。那我要是说出一种口味你做不出来怎么办？做不出来？如果我做不出来的话，我就把这一整个冰柜的雪糕全部送给你。怎么还没想出来？让我给你推荐一个吧，我们这卖的最火的香辣雪糕，吃了你之后啊，保证你泪流满面，楚楚动人。不要。不要，那你要什么口味的？给我来个烧烤味的吧。烧烤味？怎么样，说不出来了吧？哎呀，这可是一个大工程呐。那我去拿雪糕了啊。哎，等等等等，瞧好了啊。加点孜然，香。加点孜然。来，美女，您要的烧烤味的雪糕做好了。我的雪糕呢？哎呦我去！雪糕呢？雪糕在哪？哎，不是，美女，我只负责这个，不收厨余的。雪糕去哪了？我哪知道啊？你尝尝，尝一尝，是不是烧烤味的？尝尝尝尝，看看是不是烧烤味的？别说，这味道还挺不错的，吃雪糕还能吃出烧烤的味道。多少钱呢，老板？100。哎呦我去！贵呀，这一根棍子就100块啊！我这可是大工程，给钱给钱！过去了。
我以后再也不来刁难你了。